是我 BZ 啊。我说的，你工作汇报的文件早知道我理解，你不要觉得我这次耽误您的时间，漏洞百出，补充锁链，你什么时候可以慢慢开枪？斗志昂扬，上蹿下跳的工作汇报写得乱糟糟，我看你脑子确实不清醒，和我想象中的一样糟糕。要说我不禁难听，你是不是本职工作的做法笨蛋乱世乱心度透支做的不丁惨不忍睹的难吃，为人处事唐突是比想象中还要真，走路撞人让我见你第二次，就算这年巧可以多给你一个星期让我看到你这个大大的前途，如果你不打算好好监督，你最好还是把这份放弃，好好准备你的工作汇报，不要让我失望了，我先挂了。